学个方法也好。 B 区连接了学术之城吕梁镇和科技重镇康仲市，连接吕梁镇需经过古文明遗迹，这么一来就要考虑桥梁是否破坏景观，伤害遗址，而建设往康仲市的桥梁又会面临卡卡海沟，造成无法建设桥墩的情况。看来可以先从桥梁的功能思考。首先，连接商业和促进观光，可以同时建造，也有可能融入娱乐，如高空弹跳和赛车，甚至可以作为两个城市之间的避难所。至于桥梁的类型，可以建成地底隧道，盖水上列车，铺设滨治道路，从这几个方案里择一或同时进行。最后考虑其他，如加入学生优惠，让学生和民众可以来这里科技参观，这些配套方案可以帮助民众更了解这些新的建筑，也就呈现了连接康仲市和 B 区桥梁的雏形。